起来看，英国伦敦发生了凶杀案，就是英国 BBC 评论员的妻子跟两个女儿，疑似是被人以十字弓杀害，沉尸在家里。那警方就针对了一个26岁的男子发出了通缉令，认为他是涉有重嫌，还说这是一次有针对性的袭击。好，不过同时间呢，也没有说明整个行凶的动机，目前还在全力追捕嫌犯，呼吁民众要提高警觉。